揾下有事啊。Dr. Watson 系一个美国好有名嘅心脏科医生，亦都系我好朋友。我帮你联络咗佢，你过去复诊嘅时候，顺便可以见下佢。唔该。不过我而家个主诊医生都几好啊，我谂我冇需要转。冇嘢，翻嚟做嘢先。 Kenneth， 你有人介绍俾我？仲有噶，你唔介意嘅，我愿意做一次义工，免费帮你睇。我想睇下你由病发开始嘅诊症报告，期间每一次复诊嘅资料，甚至乎每一张 CT， 我都想帮你睇。 我好明白呢啲系你嘅私隐，不过你信我，我睇过嘅所有资料，我睇完之后都会马上俾翻你，我唔会留底，我会俾翻你，我唔会同人讲，我净系想了解多啲你嘅病情，俾啲意见嘅。哇，你唐大医生帮我睇症，我何得？你冇事啊嘛？你喉痛啊？ 坐低先，我帮你call人上嚟。唔想俾人知我啲嘢，帮我攞药，我胃痛啊！唐医生，你有冇事啊？ 唔准嬲啊！上次你攞大白纸嚟呃我，今次平手。做医生啊，最忌攞人命嚟开玩笑啊！你自己咩情况你自己知啊！下次你又晕咗，我以为你玩冇攞药俾你，咁啊大镬啦！我识嘅唐明医生，无论对边个都好，都唔会见死不救嘅。我张药咧，复诊资料啦，几时俾我啊？ 病人有权选择用边个医生，都考虑下。我做医生咁耐都未试过低声下气求个病人俾我医，你系第一个，唔该你珍惜下。女主角嚟啦，唔阻你哋倾，我落厨房啦。